年嘅大主題咧就係環球央行就瘋狂加息啦，咁唔好話股票啦，過去一段日子咧，連債券咧，其實嗰個回報咧都縮得好緊要，令到多投資者好憂慮嚇。咁適逢咧嚟緊都大家估啦，聯儲局都會繼續瘋狂加息啦。咁啊，請嚟咧債券方面嘅專家 Victor 一齊傾下偈，睇下拆解一下，究竟咧喺加息週期啊，又或者個超級通脹好似撳極都撳唔落嘅情景底下，究竟大家喺個固定收益嗰個即係資產類別嗰度應該係點樣部署好唔好啊？